暑天的失去耐性，高温的天气又正直，开晒房听冷气，讲咁多晒冷气爽到全屋快将结冰。粉体色先够尽兴，窗口色可算是救命，于最高温世界，于最三十十那感到属于冬的气息。即使今天高温压迫，上气的超英叹息，为着是浪漫的叫停，通屋都装冷气，但唔用装下色，林山玩得咁激。Oh baby， 当晚与你佩服林超英，今晚偏偏想喺冰屋打拼，微风风扇就已得咗佢承认，回击你不费情，当晚与你笑插林超英，今晚二十二度睡房呼应，流汗送别你，流凌装饰未停，由头到脚摩罗也好兴。各位，香港的天气实在是越来越热的，但是呢以香港的那个建筑环境来讲，其实呢我们是可以不开冷气的，其实最重要就是平静一点，即是心静自然凉。坚守的人有耐性，坚守的人记着约定，超脱于这世界，风扇都足够啦，足够全因你心够清。即使很多关心你的，想起的阴沟你的，为将是现实给判命，心底都想撑你，但咽下好恶定，环保不必再倾。 Oh baby， 当晚与你佩服林超英，今晚超英想在温室打拼，微风风扇就已不错佢承认，回击你不费情，当晚与你笑插林超英，今晚二十二度睡房呼应，流汗送别你，淋漓总是未停，由头到脚摩罗也好兴，当晚与你佩服林超英，今晚偏偏想在 Facebook 搜证，条友一次未断的确太强劲，回击你的战绩，当晚与你佩服林超英，今晚默默的着汗水呼应，全靠一沾暖，全城总未动情，谁能怪我失意似生平。究竟不开冷气你的感觉会是怎？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只要你立心向善，想少少方法，好像我这样开大部冷气区，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得到。給北極熊一個温暖的家。